哦，今天上课超累的，真的超累的。你们知道真的超累的吗？哦，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看电视啊。哦，不行，妈妈说回到家要先写功哦，课。功课我早就写完了。我跟你同班，我怎么都没看到嘞？你不知道的事情可多的嘞。你知道我今天早上上几次厕所吗？不知道哎。哦，那你知道我今天早上买什么口味的饼干吗？不知道。你看吧，好啦，其实我今天早上没有买饼干。吼，写功课啦！就跟你说写完了没？不行不行，写功哦，课！写完了啦。妈妈说要先写功课。哦，就跟你说写完了没？一起看电视的。好啦，哦耶，终于可以看电视了。那我们来等等，看，按遥控器嘞。对，遥控器嘞，我们来找找看吧。你们有看到遥控器吗？你们有看到遥控器吗？哦，奇怪，我明明记得在这附近的啊。对啊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不好意思，可以请你起来一下吗？没有哎。哦，一定是我们家太大了，难怪每次都找不到。不好意思，可以请你起来一下吗？没有哎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请你起来一下吗？没有哎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请您起来一下吗？哦，明明在这，你还说没有？真的是吼，一定是眼睛业业障障重。重啊！哦，终于可以看电视了。那我们来看 Discovery 吧。哦，不要看动物干嘛？无聊哎。那看地理频道。不要那么幼稚，看一点成熟的啦。那要看什么嘞？当然是看海绵宝宝喽，超成熟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准备好了吗？I feel so cold.
海绵宝宝超恐怖的。对啊，刚才海绵宝宝还一直想抱我哎。上课，下课了，终于可以下课，我超想回家了，好累哦。哎，家里怎么都没有人啊？人嘞？人嘞？你们怎么在这里？哦，我们从你们一进门就看到你们了。家里这么大一个，你们两个这么小，我们怎么可能看得到？对啊，你们两个那么小只，你们怎么在这里看电视？还不赶快去写功课？写完了。写完了就拿出来看呐、啊！就跟你说写完了没？啊，我才不管你嘞！我现在是要看电视，翻你们两个那么小只，我一抢就可以抢过来了。一、你们两个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哦，平常晚上吃12碗真不是盖的。既然靠他的智慧。靠他的武力不行，那只好靠我的智慧啦。妹妹，我问你们，我身高多少？155。拜托，光是这样看都超过155，是159啦。遥控器拿来。不要。啊，不然再问一题。你问啊。11×11是多少？111。等等。老师说要说111，不是111。管你那么多，哎，11×11是多少？121啦。错，是121。遥控器拿来。我要跟妈妈讲。你终于抢到遥控器了，害我还费那么大的力气。那我们谁要先看？啊，剪刀石头布啊，剪刀石头布最快了。剪刀石头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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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剪刀石头布。啊，干嘛这么有默契啦？猜到天荒地老都猜不完。不然我先出剪刀好了。那我出石头不就赢了？谢谢你这么简单哈。剪刀石头布。你不是平常都在骗人？今天怎么没有骗人？好了，给你看就给你看呗，很奇怪。那我要看的是每个少女的童年里一定会有的，跟海有着密不可分的一群人。这么白话文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珍珠美人鱼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拜托，当我3岁哦，海贼王啦。
你终于看完了吧？给你看完了啦，遥控器拿来，我要看。我要看的就是一群男的，一群女的，整天在运动场上运动，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嗯，网球王子吗？最好是啊，你在想什么？当然是灌篮高手啊，那么简单呢。干嘛？听什么事情？我以为他会坐在书桌前乖乖的写功课，乖乖怎么在这里看电视呢？怎么可能？想什么？为什么总是跟我心中想的不一样呢？本来就不一样啊，怎么可能会一样？哎呀，你们这些死小孩，回到家就只知道看电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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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电视。为什么就不能像那两个妹妹一样，一回到家就乖乖的写功课呢？啊，他们刚刚也在看电视啊，是我们把他赶走的哎。那我们看一下电视都不怎样，而且我们功课都写完了啊。我不要听，不要跟我 argue。哦，不是说有写功课，功课嘞？就写完了没？就写没？干嘛给你看？不要再有那么多理由，现在立刻马上去拿给我看。好啊，去就去啊，奇怪。还好他没有跟过来，我们功课都还没写了。我刚刚听到什么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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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想双眼皮我啊？我是你们的老妈哎，你们脑袋瓜在想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其实我平常是很优雅、很有气质的。现在就来听首音乐，来舒缓我的情绪吧。
叮咚。哎呀，这个时间一定是我那 Endow 的老公回来了，我要快点帮他开门。开门。我刚好听到电视的声音呢，你在看电视吗？哎呀，要许我一定是你耳朵业障重啦，我那么忙哎，哪有时间看电视呢？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好吧，那你去准备晚餐吧，我快饿死了。是，知道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超不顺的。早上出门的时候，路上塞车，害我迟到。结果到了公司，被经理骂得超级惨。然后到中午我去买午餐的时候，店员问我三次：“你成年了吗？”我有那么幼稚吗？到了下午，跟我共处一室的是那位满身狐臭味的经理，我都快被熏死了。最惨的是，到了傍晚回家的路上，我遇到了抓宝人潮，我的车根本不能动。还好我对着空旷的公园说：“有快龙。”结果路上马上畅通。希望大家不要太过度沉迷于这个游戏啦 ，OK 吗？好，趁着老婆还在准备晚饭，我来看一点能够抒发心情的节目。新闻龙卷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太知性了。天王诸葛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太爆笑了。啊，对了，来看购物频道好了。不行不行，我没钱。我想到了，我来看台视最经典的电视剧。台视出品，有口皆碑。泥巴、怪头、小白、笑狼，这一群从越战退伍的英雄，他们向往自由自在的冒险生涯，不愿意受到拘束。他们冒险犯难，解决困难，只要价钱合适，谁都可以请他们去卖命。但是他们也常毫无代价为正义而战斗，所以他们组成了天龙特工队。怪头怪形神勇，他是一个变恶心善的人，对机器有天才，任何破铜烂铁到了他的手中，都可以变成怪异的攻击武器。笑狼整天神经兮兮，他的飞行技术是一流的，不管任何飞行器具，他都能够驾驭自如。小白外形潇洒，头脑灵活，没有他弄不到的东西，大至航空母舰，小到狗熊身上的跳蚤，他都能够弄得到什么。泥巴他善于易容术，天龙特工队的领导人，喜欢冒险，每日出任务都像演一出戏，并且经常找乐子。谢谢。还有阿爸布，来，这里这里，来慢一点慢一点。年纪大了哈，来坐坐坐，哎，小心哦小心哦！你们从昨天晚上8点睡到今天晚上8点，你们有没有睡饱？没说话应该是很饱啦。那你们想看电视吗？没说话应该是很想看啦。你们想看什么呢？我们看新闻龙卷风好不好？不要、哦。那天王诸葛秀呢？也不要。
那我们来看最红的《失速列车》好不好？不行，老人家看会心脏病发、啊。那看购物频道好了。啊，对，我没钱，忘记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好，我想到了，我们看歌唱秀，我们看蔡琳的好不好？不要。那最红的五月天呢？也不要，配合你们的年龄。雨天的好不好？好吧，也不要。对了，那就红龙红的啦，就给他红龙红啦。